啊，吃了一整天，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少了一个味？什么味？一种臭臭、香香、臭臭又香香的臭香味。录了一整天，我们真的是不香了啦。不是啦。那是什么？我跟你说，我们台式小吃当然少不了就是臭豆腐。你是说那种臭旁边、臭旁边的臭豆腐吗？臭豆腐，我最爱吃的是臭豆腐，臭豆腐，臭豆腐。好你个头啦，反正你们就是不肯放过观众的耳朵。这家在天龙国的臭豆腐受到一群热爱臭胖咪的饕客爱戴，只要在台北讲到臭豆腐，这家店就是不能不来的。你看那油锅里的黄金小物好像在叫我们赶快吃它啦。臭豆腐，臭豆腐，我最爱吃的臭豆腐，豆腐味臭臭味的臭豆腐，我最喜欢吃女生的豆腐。我想唱刚刚不能唱的那个不行，我们是正经的节目，没错。对，来，哎、欸，他光看这个外皮就知道它炸得很酥很酥，嗯，有没有？而且还有蒜酱，有没有？对对对，这种最酷的就是他把那个外皮炸得很酥，然后直接那个插破一个洞，对，然后蒜进去，然后酱进去，这种是最棒的。哇塞，我光用夹的啊，就可以感受到它那个脆，哇哇哇，感受到那个脆，真的真的。而且老板刚炸好，啊、好烫哦！好吃。它算是重口味中的重口味。重口味中的重口味。对。因为它那个大蒜哈，加的蒜是蛮多的，蛮多的，蛮强的。这个如果你就是等一下要跟女孩子约会，千万不要先来。但是这样你自己一个人吃，这是属于独享美食哦。自己一个人吃很过瘾，它那个炸到它外真的是外层极酥，然后里面那个豆腐啊，它那个。已经嫩到我觉得比鸡蛋还要更嫩，豆腐再来鸡蛋，但是比鸡蛋还要更嫩，但是呢它又有很多气孔，所以它加了它的独家酱料之后啊，你看它加了它那个独家酱料之后，再加上大量的那个蒜，所以你一咬进去，你其实会先被那个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豆汁给稍微烫到一下下，但那个烫到是幸福的，幸福的，幸福的。接下来你就是感受到那个蒜的那个呛辣味，但是呢，很快你又会被它那个豆腐那个中间很软嫩的部分给把那个呛辣给中和掉。是，本来就一个孔一个洞啊，对，有一个孔留在那边。我是说，不是的，哦，它有一个孔留在那边，你知道吗？对吧？对啊，干嘛？我觉得你很高端呢，你讲的叫我好高端，教我的啊！哎呦，它真的是我吃过最重口味的臭豆腐，蒜真的，因为它一进去那个蒜的刺激感先来，很香，冲进去，对，然后你又咬到那个豆腐。外面炸得很酥脆的皮，那个泡菜，因为它还是泡菜，它比较酸一点点，但甜比较多。对，它的那个泡菜，台式泡菜，很脆。然后呢，它的甜味呢，稍微突出一咪咪。哦。所以它那个甜味，直接又把那个蒜味给中和掉了。哦。你知道吗？然后，那是一个很有趣的感觉，外层极脆，然后里面极嫩。然后你再咬到那个泡菜的时候，又极脆哦，那个层次这样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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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爬山一样，不就上上下下，对对对，好像去嘉明湖一样，嘉明湖就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好棒。这个脆皮臭豆腐的味道真能让你心情起伏很大，外皮极酥极脆，重口味蒜香又在你口中爆发，腌泡菜的清爽口感又瞬间带你降温，这一来一往之间只有一个字能形容，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来B 哥，当个 B 哥，通常卖臭豆腐啊，要么大肠面线，
对，它会配合大肠面线也有啦，对，党阿咪哥也有，我都有这个，其实很多。这家店在网络上，美女很多，美女很漂亮，叫做无死角美女。无死角美女。这一家店叫做无死角美食，就是说它出的每一个东西都好吃。我有吃到那个酱吗？我再试一下。很好，它的米粒很 Q 弹，是够 Q 弹的。它的酱不抢戏，不抢戏，不抢戏，稍微增添一点那个香味，是，就增添一点香味。然后我觉得它用肉松，也妙。它肉松其实会有一点那种油香味，它再增加一点那个油香味出来，很不错。这个肉松一起，它真的是外面是绵的，可里面是有米粒的，对。然后再加上那个肉松，因为。肉松，我觉得它铺上去的原因是因为你吹的部分，你大部分料会包在中间，你外面部分比较是米粒，那边的味道会稍微弱一点点啊，对，会。那你用肉松去加在上面的时候，你可以去配着外层的里面吃，你吃完了之后，剩下里面的它有馅嘛，现在加上那个米糕，刚好，这整个就完美了，刚刚好，好好吃。另外，更完美的是，老板还在店里备有免费的冷热甜汤，天冷就来个温暖红豆汤，气温高就来碗透心凉的绿豆汤。重点是完全免费 ，free， 真的好窝心哦！真的很佛心哎，都不用钱。而且 我昨天来的时候还问老板，我说那如果经过想喝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啊，免费你喝。真的还假的？真的啊！他说只要你看到节目，你想来喝你就来喝，来来来来喝，保证的。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哈！观众朋友还等什么？要吃臭豆腐就来这里。喂，泡泡妹嘞？这么急会欠你吗？准备好了。来来，先不要走。啊，看清楚。不会少的啦。OK 啦，辛苦啦。来了来了，拜拜。买单，800，我买单，你说多少？800，那个臭豆腐是860，啊，这也是吃了13份，我靠！我没有钱了，